这什么鬼地方？ 你过来，别玩了，这次城市需要这个疫苗。比我更需要吗？我觉得你好像一直搞不懂我想跟你说的那些道理。我知道你觉得人命不能买卖，但我做这行是要赚钱的呀。我们来做个交易吧，你放手下去跟 Nemesis 玩玩。 是你吗 ，Carlos？ 你还活着，我来帮你看着。好主意。 快点！快呀！这样，快跑！
来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我必须得把疫苗拿回来。